山冲零收入，搵朋友打救。三位何小姐齐齐帮慈善影展做 model， 何家呢期 hit 啊，尤其是佢哋嘅分信添。听讲打回原形嘅四失聪，终于知有情可贵，四出搵 friend 拗佬打救添。咁大个人点会冇钱啊？做嘢噶嘛。是啊，最起码有九龙湾间物业咯。但佢一向心头高，仲同啲 friend 讲啊，唔想做埋啲二打六角色。过去嗰两年几，继承盘女游山玩水，唔讲佢无聊期放假啦。TVB 份约啊，都由合约转咗部头啦，前路茫茫啊。高层梁家树都话要等件事冲淡咗，先再翻去拍剧会好啲。咁添哥咧，好照佢噶。我戏已经拍到如火如荼噶啦，如果真系最就有机会合作呢，一定系明年嘅事噶啦。凡事睇通透啲，即系人生皆会噶啦，有阵时哭亲下跌亲下，实会噶啦，人人都会噶啦。爬翻起身我 OK 咯，冇所谓啫。仲话山冲扮串串共角色好神似，会留呢类角色过佢话。系唯有四围去下唞下嘅啫，有个名咧又唔系话唔做得生意嘅，唔可以真系即系投资过大，只希望以名气搵到少钱啦，出年就会有少少转机咯。吓，玲玲姐有所不知啦。听讲佢啲广告都系人哋俾面超云弹俾佢嘅咋。怕佢可以考虑出书爆情史，卖二手名牌，做潮人顾问。主持豪华游节目同开班教演技，出路咁多，使乜烦啊？